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班大帅，欢迎各位在七大帅观战来国安界把换老师的昆虫，面对的是大哥的博士，邮差昆虫，咒术加佣兵，打博士。博士这边的话是底牌挽留，上来第一个点遇到咒术师，咒术师打博士不太打得动的，就一旦永动状态起来，对吧？你这个小姑、大姑都不是特别有用啊。能有操作性，但是这个操作性不高，只能这样讲。永动状态一刀破板，然后这边的话跟进来以后一个冲刺可能就带了。你这边交个姑嘛，哎，这边第一时间是以为人家走这个窗口啊，走这个门口了。这边的话 到角度飞轮躲掉可以，然后直接交姑，让这边的话这一刀挥不出来。有一说一，回忆这种操作其实已经很秀了，但是呢，就面对一个永动状态的博士，人家还能跳劈，我当然都没有想到这边跳劈，我就想的是这边就卡着板子，然后一个那个蓄力刀就过板就带走了。整体这个击倒时间非常快啊，一分钟出头倒第一个。球者这边的话怎么说，就是如果说博士求稳打，我觉得球者是盘不活一个四人开门战，但是博士如果求稳打呢，他的真胜面也要小很多。看这边大哥怎么选择吧，这里的话非常漂亮的两个冲刺是一个带走，再来一个冲刺吗？也没冲到，直接带走了一个咒术，然后这边的话直接拉了一刀邮差啊。开局我觉得还挺顺的，这个开局还挺顺的。哎，这一刀被走位骗到了，但没关系哟，飞轮帅呀，卡子哥这一手还是厉害啊。而且卡子哥刚才这个狗的话应该是防博士什么的，博士那个永动破板一个冲带走，那边的话昆虫把咒术师摸起来，三成菇的咒术我们待会来看一下吧。这个三成菇得怎么教呢，就跟刚刚那个教菇一样的，先躲掉他的冲刺，然后在他抬刀的中间的这一个间歇期，就是你冲刺完的那个间歇期，抬刀之前的那一段时间教一个大菇，才有可能能够拉开一些点位。但即便你拉开了呢，对于博士来讲，我的机动性对吧，冲两刀就不用说一刀，冲两刀走到你面前了，冲两刀到你面前一个重击，我觉得求者这边咒术师也扛不起来啊，也扛不起来。而博士的话现在更多的感觉是在打控场，将求者的状态道具先消耗掉，然后待会儿找到机会打一波针对，先淘汰掉一个，慢慢的再控后续的场来争胜，估计这样的一个思路。一个重击有了 nice， 然后立马调准枪头，再看外面的密码机，根据外面密码机的一个 动向，特别是邮差这边差不多要交自己的一个位置来找，漂亮，两刀。那边的话直接在补状态，博士这边应该不会再管了，直接传送，直接切传送过来，知道你们对吧，配置高，运营的好，所以说我这边也不给你任何的操作机会，直接一刀抬走。这里的话交了一个三成大菇，但是是在技能状态下的，所以说这边三成大菇的一个作用约等于零，或者说直接就是等于零，然后一刀过板刀，飞轮躲掉，交小姑妈一个冲刺 nice， 两个人都是二刀，这波打完的话应该是脊梁骨敲断了啊，这波脊梁骨敲断，这波传送真的太极限了，也不是太极限吧，打得太针对了，传得非常非常的好，传送下来落地直接两个人抬走，这两个人一个交自起的，一个是被摸起来，但咒术师我感觉也不一定起得来，他只要守着这两个人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，把这两个人先淘汰掉，后续怎么说呢，他这边求者机子又不够，就守着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你能起的话只有是咒术师能起吧，邮差应该是交自起的啊，也有可能咒术师是那个摸起邮差的，这个就不太清楚了。这边到邮差能不能起来，咒术师起来交个小锅，一刀咒术师倒地，没，邮差这边交自己，好，那后续的话针对这边佣兵打击倒佣兵以后，找到这边的昆虫完成一个四抓，好猛，丝毫不给穷者任何的空间啊！这把的话纯粹就是博士打得好，当然也是这套阵容相对来讲打博士确实有点累，确实有点累，没有什么可抗点的，就是博士一旦节奏顺起来了，穷者似乎是没有任何机会的。这边好像是要放幻老师一个地胶，幻老师然后487卡梦啊，小果冻他们这几个人感觉就是一旦碰到了这种旗鼓相当的对手，对手能四抓的时候好像都会放一手，就是对对手可敬的对手的一种人情世故，对吧？你们强，我赢了你们，对吧？大家留一线，将来你们得势的时候，也不要忘了给我留一个。
爆点了，直接传送。怎么说，范老师这边的话，你看这动作明显对吧，你看，哎，懂了，两个人跳起来了啊，还给个板子，你看就这种就是对吧，牌面啊，牌面，范老师的牌面。好了，那么本期视频呢到这边就结束了，是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